10:34，而家落緊雨咯。如果落雨可以洗走啲病菌就好咯。恩恩，我系 Mira， 系咪觉得好奇怪咧？点解我咁早化个妆？因为我今日冇落妆就瞓着咗。即究竟有几攰几啱瞓先至会咁嘅时势都唔冲凉就瞓觉？但我琴日系喺 sofa 度瞓着咗。本身真系谂住嗌嗌，但系多数唔落妆就瞓着嘅人，全部我都肯定系谂住嗌嗌，然之后咁就瞓咗一晚。我都冇试过10:30咁早自然醒，咁嘅时势我而家要去冲凉。但系如果依家冲凉嘅话，我就应该唔会再露面俾大家睇。冇乜嘢做嘅话，都唔想特别出街，咁所以今日就会系喺屋企嘅 vlog。因为我见到大家都好似几中意我对上嗰条废片，我喺度谂咧，3月份可能都会出好多呢一啲 daily vlog。仲喺屋企嘅，因为咁嘅时势真系我觉得唔太适合出门。其实我觉得都可以记录下多啲我喺屋企系做啲咩嘅，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兴趣。系啦，俾大家睇下我同个自我隔离嘅时候，我屋企会做啲咩。签证，请按8；人工咨询，请按0。嗯，你好，我是香港人，然后那边就说我可以在中国领事馆里面得到我的地址证明这样子。我想问是，我们这边没有啊，可能他们说的领事馆是在国内那边的韩国领事馆吧。中国人的话就可以做吗？中国人也没有这种东西。我啱啱冲完凉出嚟，然之后而家已经系2点。我想讲头先我系10:30起身。但是我首先搞一些文件，我要处理一个 visa， 跟住搞几个钟，跟住而家仲未食几好拖。但系而家咧，因为约咗 YouTube 嘅经理开会，所以咧，所以而家喺度等紧佢。Hello， 喂 ，Maggie。Bye bye。Visa 我哋再去睇，咁我哋到3月底嘅，咁咧就当然3月底之后咧，新一期有机会继续同你合作啦，因为我都未知道，咁但系 any Mira， 好啊，当然啦，可以同你见面嘛。已经倾咗45分钟，食嘢先我要。其实本身我都好中意食肠啦，呢一个系我最新发现，嚟咗韩国咁多年，跟住啱啱先发现到嘅牛肉加猪肉嘅肠，一食就上瘾。我觉得有少少似汉堡扒嘅味道，因为我中意食牛。但系呢个肠咧，用微波炉叮或者烚系唔好食，一定要煎，咁佢呢个表面先会脆，要煎到窿窿地咁样先好味。最中意就系呢个步骤。個牛角包我喺 Paris Baguette 度買，真係好中意食 Paris Baguette 嘅麵包，因為佢係就咁原味嘅牛角包，所以點可以少得呢個朱古力醬？
超好食。係以前我又非常之唔中意食牛角包，唔知啊，佢唔似麵包，因為我中意食嗰啲麵包咧係即係真係麵包，即係放包啊。總之我唔中意食好似好空氣嗰啲麵包，但係牛角包其實佢係酥皮，所以佢裡面係鬆化噶嘛。但我不知道我幾時開始就中意咗食，好像都是嚟咗韓國之後。大家會見到我飲水嘅時候咧，我係成支咁飲，但係放心，我係唔會掂到，我會離口。因為咁大支水，其實你冇留意，我會飲得曬啊嘛。口水係唔可以直接掂到水嘅，如果唔係就會滋生細菌。其實雖然從佢打開嘅嗰一刻已經就有細菌滋生，但係口水係會比較滋生得誇張多啲。除非很細支嗰啲樽，我才會直接掂口，即知道自己一定很快飲曬。因為最近我覺得我飲水的速度比較快，跟住又唔想下下咁樣倒嚟倒去，倒嚟倒去，所以咧我就咁飲啦。而家五點都嚟啦，我啱啱先食完嘢啫，但係好靚啊！啱啱落緊雨，而家就有出太陽。好，咁而家就要嚟上網買餸啦。好多人可能都會問：咦，點解你唔直接出去買呢？其實我都會嘅，但可能係我有啲咩特定想食，但係我又等唔切心急嘅時候，我就會出去超市買。因為我個超市距離我都要行15分鐘，我覺得如果拎住好重嘅嘢，跟住行15分鐘咧，有少少遠。因為嗰個距離係搭車又唔係，唔搭車又唔係嘅距離，所以我每次買完餸拎翻屋企，我都覺得嗰段路好漫長，所以我就中意上網買餸。其實韓國有好多個唔同買餸嘅平台啦，咁我自己就用慣咗 Gmarket 嚟買嘅。但可能對於普通你哋大家嚟講 ，Gmarket 係愛嚟買衫或者買一啲化妝品咁樣，但係對我嚟講咧，我就愛嚟買餸。呢、这個熱面拉到落去咧，其實你就開始會見到呢啲餸噶啦嘛。咁呢度咧係會有三間超市，我自己就慣咗 Home Plus 呢度 Home Plus Padokagi。其實佢呢度就寫住 Tangir Pesong， 然後佢呢度唔同嘅項目菜啦、西蘭花啊，그래요아니야買定啲食材，真係諗住冇必要唔出街，一日三餐喺屋企搞掂。都開始食厭咗外賣，所以認真地自己煮下飯，同埋買啲可以擺耐啲嘅菜。但啱啱發現咧，要去到28號先至有得送，咁我可能會有揀隔離附近嗰幾間。呢間好近，呢間先。聽日26號。另一個原因咧，係因為用 Gmarket 去買嘢嘅話，其實係可以計落 Asia Miles 度嘅。然之後，其實你會見到佢有好多唔同嘅 shop 噶嘛。Gmarket， 然後登入並開始購物，好緊要，立即購物，因為積少成多。好，咁我頭先咪揀咗一堆嘢嘅，咁樣其實直接喺個購物車度撳翻出嚟就有噶啦。好，出門啦，傑，聽日我希望佢最早嚟。然之後撳俾錢，我自己就習慣撳 PayPal。哦，得啦，見到佢呢度已經有嚟咗個 message， 已經購入。咁但係點解你個網仲未得噶？好，反正咧，我見到呢邊佢寫住俾完錢，咁即係多。晚餐時間，但我想食啲好簡單嘅嘢，而且想食啲湯類嘅嘢，咁所以소고기미역국
細粒嘅水餃。皮皮糕梅曼度，之前切好嘅葱，加幾粒葱就香啲。噔噔，海带汤，然之后加咗四个水饺，然之后饭，听唔听到？其实平时都会听到救护车声嘅，但系呢几日真系劲到，今日我已经听咗应该超过十次，有少少担心。大家应该会留意到后面个钟。會見到而家係十一點幾，點解咁遲先食嘢咧？就因為頭先我食完我個早餐之後，跟住我覺得個頭有啲痛，然之後我就再瞓咗一陣，跟住我瞓到頭先夜晚八點，係我成個時間就又延遲咗啦。多多見我，唔想特別煮嘢，所以咧。就整呢個海帶湯。我屋企其實都係長年有呢啲唔同種類嘅即食嘢，都幾好。雖然係唔健康嘅，所以我頭先就買咗餸。諗住呢排咧都要食多啲新鮮嘅材料，因為好多時一個人住，你個份量成日唔覺意會煮多咗，然之後但係第二餐又唔想再食翻同一樣嘅嘢。我煮咗咁多年嘢，我都係好難控制一人份量。其實我一人份量真係好難煮。如果大家有自己一個人住過，煮過一人份的話就知道是多麼難。我要看東西先。我怎麼那個人媽媽媽媽媽먹고싶어지금저기육수를담아달라고그러면놓을까야빨리해달라고 오케이빨리좀할게미안해我咁而家咧复下大家嘅留言。J H 嗰个系 Mustaf， 我用咗好耐噶啦呢个牌子。但超好用。黐咗線，係咪黐咗線啊？食飯都要出嚟。點都估唔到，must have， 盡量可能就回曬大家啦。點解唔翻香港啊？因為今日起身嘅時候，我唔係處理 visa 嘅問題，處理咗幾個鐘嘅，但係其實係仲需要一段時間，即係其實。真係好唔好彩，啱啱棘正喺呢一個肺炎嘅時候。其實唔係唔可以離境嘅，只不過係離境嘅話，所有嘢又要重新嚟過。啊，就好煩咯。韓國比較嚴重嘅地方係大邱，咁而我喺首爾嘛，咁首爾其實目前都還可以嘅，但係因為始終大邱同埋首爾嗰個車程距離係三個零鐘左右。系咯，唯有希望系冇事噶咋。顺便分享一下目前又有救护车做咩事，好担心啊！咁样目前口罩买唔到啦，然后喺条街度，其实我见到都多咗好多人戴口罩。然之后我都见到我有啲朋友本身系
即係非常好啊，請好多朋友翻屋企玩嗰啲嚟嘅。但係呢幾日聯絡嘅時候咧，佢哋都話啊，都係唔好見住啦，睇下之後點啦咁樣，都有啲意識啊。紅色是確定了的人，黃色是要等待接受檢查的人，黑色是死亡人數。剛剛看到韓國 KT 他們決定由26號即是明天開始就變 home office 到3月6號終於 SK 也是到3月1號。夫妻廢別。話說這個也有一個好問題，我剛才跟了 YouTube 經理開會的，問了他們，他們就說與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的內容是屬於廣告客戶稱內容規範中的爭議性話題和敏感事件性質，因此只能限制或無法獲得廣告收益。但其實作為創作者來說，除了是限制或者無法獲得收益之外，其實我覺得都是會影響到我們的一些信用評級啦。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有關黃標的意思，其實在 YouTube 上找，因為都有很多個 Creator 是有出片講過的，大家看他們的解釋可能會更加清楚。很多時候不是說不想說的，但是不用片的方式，改用文字的方式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韓國現在的狀況，可能呢就沒辦法了，我都會比較在 IG 或者 Facebook 上面分享， IG 多一點。點貼世界好耐啦，好像一個好朋友一樣，太好啦，可以成為你的好朋友。喂，有花生粒的花生醬不一定，誰吃沒有花生粒的花生醬啊？舉手，大家去潘明的 channel 就睇佢啦，唔使用我嘅福，做乜讲粗口？做乜讲粗口？吓 ？dislike 你先，几日嘅 vlog 都几好喎。我觉得咧，而家因为成日喺屋企太得闲啦，所以大家可以不妨留多啲言。然後呢，我就可以咁樣拍片，順便解答大家嘅問題，咦，都幾唔錯喎，大家可以把握呢段時間，咁我就可以即刻回答大家。雖然我未必回覆，但可能我咁樣講出嚟啊。我呢記得我好似琴日睇到呢有個留言就話，見到我戴 AirPod 嘅時候覺得好似好鬆好突出，佢叫我換一下呢一個耳塞喎，咁我而家試下換細個先。是不是這樣拔的？ Hi， 是不是就拔的？很緊張，等一下看一看，看一看教學。後來發現要針對正確的施力點擠壓就可以拿下來。謝謝做什麼？哦，啊，換個小的。我但是怎樣塞進去啊？啊，原來它有個八位的，大家聽不聽到剛才？我聽一下究竟用小還是中那個好一點先。這個是 M size， 這個是 small size， 我差不多而已，不過好像小這個好一點，換個小先。然後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唔知道大家平時會唔會用 mon 貼嘅咧？咁我係會用嘅，咁但係咁啱我之前嗰塊 mon 貼爛咗裂咗，我就幾日冇穿 mon 貼啦。點知咧，我一搣開塊 mon 貼嘅時候，因為 iPhone 咪講到呢個 mon 好硬，嗰啲點刮都唔會花，點知咪花鬼咗咯？見唔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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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條痕？見唔見到呢條痕？之前我就喜歡找人黐，但是我近呢一兩次的 mon 貼我都是在 Daiso 裡面買的，因為出去給人貼可能要
10,000以上，但係的而且確覺得 Daiso 會買嗰啲係容易爛啲。如果黐得唔好嘅，佢會容易起啲咯。咁但係我覺得熟能生巧，多年幾次就 OK。呢個其實我嚟俾你固定手機，但係我唔需要。佢裡面有一塊抹玻璃嘅嘢，然之後佢裡面有呢一個 mon 貼啦，同埋呢一個咧就係、是、消毒酒精啊、啲布啊咁樣，其實大家應該識嘅啦，好。咁我唔多講，除咗膠佢先。但其實個邊呢度咧，可能都有少少黐唔實啦，不過都冇辦法。哇！呢個消消毒佢先。真搞掂。其實好多人咧問呢一個手機殼係咩牌子啦，佢就係呢一個 LAUT，好中意佢，因為鏡面可以照鏡。其實咧用 mon 貼係好事，因為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其實 mon 係最好唔好俾酒精掂到，因為本身 iPhone 個 mon 話係可以防手指毛噶嘛，咁但係如果你用酒精去抹得多嘅話咧，佢嗰個表面就會被抹走啊，嗰、那個功能就會消失，咁所以有塊 mon 貼喺度，其實某程度上可以真係保護到個 mon， 尤其是而家你要成日用啲消毒用品去清潔手機，我覺得黐 mon 貼真係好必要。